上课喽！那还在点饮料的朋友，或是还在吸烟区的朋友啊，请赶快尽速回到你的位置上。那我们下半场的西子沙凡的演出即将开始喽。那他呢是来自于台东小马部落的，那具有非常灵魂的嗓音。若是大家喜欢他的话，就欢迎点一下演出期间可以给他非常热烈的掌声。那我们请掌声欢迎西子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好，其实今天的心情很复杂，然后我讲一段话，我唱了很久，我唱歌唱了很久，可是唱歌怎么样都不是我的专业，我是业余的。那我自己本身在做生意，在开服饰店。那其实我今天这一身打扮是我这一辈子最亮的一件衣服，因为我在任何的场合、任何的地方都是着穿黑色衣服。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换别的颜色的衣服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这次经历过一个生命的一个对鬼门关走过来，所以我想换个别的颜色，让别人大家看看重生的我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。阿妹，来，没事没事。对对对。这应该是那个丁老师那边的。好，今天会带一两串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歌，也希望大家能喜欢。那我今天的状况，应该会很好，因为有你们在，所以我会很用力的大声唱，会很用力的呼吸。OK。
奇迹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首歌呢，是来自这是谁的歌曲啦？叫做祝你顺风。然后我把一首英文老歌的前奏，把它套用在这首歌里面。那个英文歌的歌名叫做《卡萨布兰卡》，有听过吗？《卡萨布兰卡》可能会弹错啊，大家不要想。唱完这首歌，不是要叫你们离开哦。是啊 ，OK， 祝你们一切都平安顺心。今夜我俩要分手，离别只为
像刚刚年轻人的这样，他们刚刚表演真的很棒，让我有点压力。对，真的棒。是，那我今天要诠释的都是我的年纪的那个年纪的歌。阿斌，你没有讲故事哦，这次。哦，对。我喜欢你讲故事，我才要唱。好，这首歌昨天其实我昨天是帮我跟我弟弟一起表演，然后我爸妈也有到，对。然后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妈妈都会很骄傲的讲。也不是骄傲啦，就是一种，他说，要不是有这首歌哦，怎么会有你呀？你懂意思啦吼？对对对，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在，对对，就是他们很喜欢唱这首歌，而且，我们想听我很喜欢听我爸妈唱，也很喜欢听西子姐唱，不一样的感觉。昨天没来听，好可惜。昨天全家都到齐了，充满温馨的感觉。不过希望姐姐的声音也有那种感觉。每次听姐姐唱歌就是这种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有时候像妈妈的感觉，听不懂的那她有一首歌是什么曲啊？等下后面会唱，我们听不懂她在唱什么，可是就会莫名的就会想要哭那种感觉。好，你在我心中，有听过吗？请你千万不要和你。
相信大家都怀孕了，耳朵怀孕。哎，我每次唱这首歌都唱到不知道心就很撕裂的感觉。你明明现在就很幸福，为什么呢？好，对了，我重生，我重活过来，我很幸福，我能再呼吸，真的是。好，讲到这次的机遇，真的很感动。也谢谢火车上的那些人救了我的生命，可是我找不到那个帮我做 CPR 的指导了。能不能说那个？好，这个帮你人工呼吸那个。那天没有人工呼吸，就是有一个帮我做灵修，他说他是灵修的，可是我怎么找那个人找不到？对，能不能谢谢他？是他也帮助了我，开心，能站在这里真的很开心，能唱歌给他听，所以我就讲我今天的标题就是重生。我希望一起唱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唱下去。谢谢你们，所以我很感动，今天还蛮多人来的，对，真的。然后有好多的好朋友都专程来，还有我从屏东的朋友。还有从澳洲的、从美国的都来，好感动，对，我在做。好，还有牙买加的。牙买加，我还没嫁过去，应该还不算呢、啊。所以，随风这首歌我一定要介绍，他一定不好意思，就是他国中的作品了。对，我们曾经唱过，可是之前的唱法是跟今天的不一样，因为叫重生嘛，所以。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来唱《随风》这首歌。本来是比较那个，有那种，哎，刷刷皮啦，没有那种感觉。那今天我觉得，因为其实跟姐姐表演都会唱这首歌。好了，这首歌是我跟我堂哥一起，在我国中的时候写的一首歌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人家都觉得很像是那个小朋友唱很老歌的那种感觉。这首歌我觉得超适合姐姐唱的，随风，由我来诠释。你又忘记怎么弹了，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这边团跟表演都不一样。对，是这样。西子姐，天色已经暗了，我的爱。
对朋友早已忘了，生活没有目标，我的人生何处找？孤独的背后谁依靠？快乐哪里找？主题是什么？坠落？开玩笑。对，对，努力呼吸啊。对，然后刚刚我听到很多人在嘶吼，哎，还在了哈。我现在看我的朋友会不会抛弃我？对，他们都还，我有点名哦，那个在座的都有点名。哎，客户老板娘也来了，感恩我的好姐妹、好朋友都来了，也谢谢你们，真的。对啊，今天其实是一个感动的夜晚。因为其实我的情绪一直都还在很紧张很复杂。好热，其实我真的要讲的是我带来的这两首歌，就是第一首是先唱给我爸爸听的，因为爸爸不在了，我父母亲都不在了，那爸爸意外走，妈妈生病离开了。那因为爸爸是入赘到阿美族的部落，那其实应该是说，因为阿美族女孩子比较强势，所以她常常会因为这样的那个，会有一些吵架或什么过程，然后她就会很想念她的部落的时候，就会自己在家里偷偷的唱这首歌，然后边唱边哭。这是一首台湾情歌。那下一首歌是献给妈妈的，因为妈妈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她从小这样教育我，到我这次我刚说的那个走过鬼门关那一关，我真的走了，我下去看到妈妈，可是妈妈不让我抱她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于是她不向我走，所以于是我又活过来了，碰到很多的贵人，就像你们在这边听我唱歌。所以台湾情歌跟摇篮曲是献给我的爸爸妈妈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还没唱，老板卫生纸还没唱就哭了，不好意思。台湾情歌这样不带有那种情绪，这样的话我不能弹太可怜了，怎么办？对，没有啦，先预备，没事。
现在的人不知道有没有需要。这个情歌的意思是无奈，无奈。对，排湾族的无奈，就是他的大意大概是讲，我爱你，你不爱我。哎，然后好没感情啊、喔，没有，他没有那么。这样哦、喔。对，还很长，他那个转述大概。就有点像是。我不知道怎么讲了、就是无奈的感觉、就很无奈，你不爱我，不爱你。哎，对。记着一下，要唱给妈妈听的。为什么这首歌要排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。就爸爸妈妈嘛，对，他是我觉得最重要的，赋予我生命的，后来未来的，我要自己好好再呼吸的，而且要努力的呼吸。
息。望着窗外，看着远方，想起母亲摇篮的歌，摇篮的爱伴随在我心中，看着自己已经长大，亲爱的母亲这首是一个卢凯族的朋友做的，他叫阿德，那他也走了。然后这首就是他是一个卢凯的摇篮曲，所以为什么刚刚前面跟他去伯伯就是在哄他的小孩子睡觉，所以我就会想到小时候妈妈哄我睡觉的样子，其实刚刚画面都出来，
所以我闭着眼睛唱这首歌，才能进入到妈妈的怀里。对，谢谢。难得唱完，难得唱完，有没有平常的时候？我今天很用力耶。唱到一半就哇，那个卫生纸已经用掉一包了。好，不会，来个轻快一点的，不然太沉闷了。对对对。是要唱还是不唱？可是你知道很多状况，
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麦一直掉下来。好，没有锁紧，锁紧。嗯，对，让我一直。等一下，下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跟练团不一样的。我不能告诉你。这个不错啊，这好啊，把一些慢歌先唱完，后面才嗨啊。嗯，不适合的，感动好多人，赶走好多人。你又在想了对吧？我给你时间想，这一首怎么开？那么的，我先介绍 S， 他是台中首席的吉他手。那他很棒的一点是他跑全省，他帮很多的歌手伴奏，不管在哪个地方，所以只差没有到牙买加了。你现在讲到哪里？我那刚刚太专心，一直在想那个旋律。对，我说你呀、啊，就是现在因为表演接的太多，有时候他往往都会不记得这个歌手，他可能我现在在唱，他可能会弹到刚刚另外一个歌手唱的歌，或许没那么夸张啊。只是我把，因为我自己算一个，不过他很厉害，他真的很厉害。我算是一个比较喜欢即兴的乐手，真的哈、哦。对。我喜欢不爱拍理出拍，可是偏偏我不是怎么办、嗯？所以你很辛苦。對對對，不会啊，再麻烦你这首歌。厉害的是伟盛老师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完全不讲话，他什么都可以。对，所以你看他的。伟盛，你还在吗？一般鼓手。我看你还睡着了。一般鼓手都会有苦。为什么不给他一个麦呢？伟盛说不用。让他说话，最起码不会想要睡觉。嗯、对。就是一般鼓手都会有苦嘛，他是吉他手。我为什么我真的不用谱？因为他知道是我，因为我非常会急，我喜欢玩一些有的没有的，所以有谱也没有用。是，反正你也不照谱。OK， 最近好像很红一部戏，叫做《延禧攻略》。啊，是啊，还好没有讲，不然我是《延禧攻略》。延禧攻略、哦、是吗？嗯。有那个徐若瑄的声音，那其实我第一次尝试这首歌，不知道，所以艾斯现在还在想。到底怎么弹？我没有想起来，想起来。OK， 所以好。想他不会停，我怕你靠近。
是太薄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。漫天的雪无情，尝试这首歌还蛮古装的感觉，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要换一套古装的衣服有没有，然后戴那个套的指甲可能比较那个 OK。 我今天有邀请一个好朋友，他叫二姐哦，志云，他做了一首歌。其实今天我 有一些歌都是好朋友做的，那我本来是邀请他一起来跟我合唱，可是他今天没到。我叫他志云，他是一个男生啊，我们是拜把的姐妹，我们有八个，有五个都是男生。然后今天到了一个，还在吗？那位姐姐还在吗？宁波了，我找宁波还在不在？她在里面。对，那都是我们拜把的。那这首歌是志颖做的，那是做给他的，前女友。哦其实姐想叫你唱啊，要请你一起来唱。二姐没到，你可以上来吗？啊，你不要跑掉。好 ，OK， 美人三。也性感。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，在座有很多会唱。
的爱人，不管岁月在我脸上骄傲，拥有你滴滴答答的，我的爱人，爱你就像彩虹绚烂迷离，感谢拥有你。轻轻地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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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睡在我怀里，就算是地老天荒，就算是海枯石烂，爱人爱人，就算是天崩地裂，就算是末日世界，爱人爱人，时时刻刻与你相偎相依，纷纷扰扰与你一起度过，爱人爱人爱人。唱一首两首吗？好，二十啊，好，那我就继续。有点难看 ，OK。然后我想要邀请我一个朋友，他从很远的屏东来，不是牙买加了，牙买加的先不用请出来，先请屏东的朋友来。他很厉害，他是客家人，然后他竟然要唱阿美族的《日出东方》。那其实《日出东方》对我这首歌，对我来说也是想念爸爸妈妈的一首歌。以前小时候呢，在大意是在讲说，当
太阳升起的那一刻，就是我将要离开我的爸爸妈妈，要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工作。那希望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能保重你们的身体，然后也多爱你们的身体，我也会想念你们的身体。对，大概的，他的歌词是这样。阿妹主很白话，我是用白话的国语来。为什么是很想念他的身体？我是用阿妹主的那个，人啊、对、哦、对，他想念那个人，因为我们的阿妹语很妙是，敌人是身体嘛。在座如果有阿妹主，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个谁，巴奈，啊，是不是敌人是不是身体嘛？啊、我的姐妹，你看讲不出话来，她可见她不是阿美族，她是牙买加来的。还有阿奈阿美族的敌人是不是身体吗？哎呦，不知道敌人，我敌人是身体，就是要爱惜你们的身体，要、哦、想念你们的身体，就是反正阿美族的那个很，我是用他的那个直接翻过来。那、啊、日出东方对我这首歌很。也非常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，所以我邀请我的好朋友邱丽莲，她从屏东过来，那她也很辛苦练的这首阿美族的歌，不过她真的很厉害的。我们的客家一姐，她的音准非常准啊，对，我们的客家一姐，她本身是一个客家歌手啊，我能邀请她来，真的是我的荣幸。好的，大家跟西子姐一样兴趣唱歌。但是很拿手，对。啊、你要用这支比较好，我可以拔吗？拔得出来？哦，你可以，没有，你直接可以。拨出来给我，然后他从头到尾急救的过程我都在听，我不敢挂掉电话。所以今天他唱歌我觉得很棒，所以帮他唱一下这首歌送给他，谢谢。Oh,
经过排练过了没？谢谢，真的谢谢今天大家。我们还有歌吗？我没有了。你们没有喊到狗是不可能有歌的。如果说你要，其实我每次都是用一首歌来结尾。我可以唱开心的吗？开心的吗？比如。休假，我家里。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歌，我们没有准备安口曲。对，我自己喊安口的。这是什么歌？制造浪漫。不是制造浪漫，对。叫什么去的？那个啦，唱歌大娃娃。哦，是。好难听哦。唱歌大。里面有吗？我们可以没有，我们可以唱这首吗？哪一首？好。因为我们没有准备了，我讲真的，我们刚刚最后一首就是那一首。哦，好。好，这首好，这首好。这个有唱过吗？就是这首歌啊。最好的是。
真的，这首歌我一直没办法唱好，我想要听听他来诠释这首歌。我帮你找歌词看看有没有。掌声。